大家好，我叫李成建，来自四川省泸州市泸县。我喜欢用一些生活用品和一些废品做成乐器。Bricks, bottles, pumps, and brooms. All these ordinary things can be used to make beautiful sounds.有朋友说这里面有笛子，有吗？看仔细一点。还有人说这是假砖头，这是假的吗？还有人说这是配。A video of Li Chengjian using bricks to play a song called Jasmine Flower got over 600,000 clicks on the popular Chinese social media platform. 不是配音吧？来，感觉，小兄弟，这是真的，给个赞。学习了这个就想拥有更多乐器嘛，没得钱去买嘛，然后自己就想着用这些生活用品来做噻。好多人嘛都认为就是说上面可能就只是钻几个孔就可以嘛，其实需要的工具很多，这个要电钻啊，包括剪刀啊，钻了之后还需要打磨啊，需要沙子啊那些。当然这个孔哈大小都不一样，如果是相差如果是一毫米的话，它那个音色就跑偏了，就要不得整根管子都废了。所以说有时候做一根管子的话可能要一天的时间，而且一天做了有可能失败了，第二天还要重来。